两个星期没见老三了，这终于放学了，可想回我了。我都想大家了，你们想我了吗？肯定想你了，我都想你了。妈妈，我也可想你了。那搁学校住的怎么样？很好，就是现在降温了，有点冷。啊，我这提前把这豆豆被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哇塞，就等着你放学回来家拿了。给你拆开看看，你想要哪个颜色，行吗？好。俺老三还没来的时候，俺婆婆都把这给打开了。我那时候不是上广东去了吗？想准备给老三送过去的。然后那个时候还没那么冷，对，这一下雨可冷了。这个不跟大姐一样的吗？对，这个是粉色的水蜜桃，好看得很。俺老大一年四季都盖，看这个颜色好看吧？好看，这种也适合你哈，小闺女盖的吧？粉色的，看这里面的痘痘背，它这个痘痘都是这种凸起的，盖起来还有一种安抚的作用嘞，你试试。软和吧，软和跟娃娃一样似的。再把这个拆开看看哈。好，再看看这个。一二三，哇，紫色的，这个也好看，也是这种花型的哈。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这种紫色的，这个颜色也好看。对，这个颜色好看。你不是最喜欢紫色吗？你咋知道的呀？我是你妈妈，我不知道啊。你要哪一个？你看看，我要紫色的。要这个是吧？嗯，好嘞。这外面就是那种水洗面哈，越洗越柔软，可舒服了。这个是 AB 面的，都可以盖。俺一边盖的时候，都是把这个痘痘盖身上，然后就可暖和了。你到冬天的时候往被窝里一钻，你就感觉有人提前给你暖好了被窝，是吧？对。关键是俺盖个身上，就是可轻盈了，一点都不压得慌。咱如果想套被罩的话，你看它这四个角都还有固定绑绳，直接给它绑到被罩上面哈，更不跑了，真的可舒服了。哎，我发现我感觉我更喜欢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更显更亮丽。老我感觉两个都好看呀。两个都给你吧，行。回来留着你，肯定还得要一个，对吧？他不要了，只有我要。那他也得盖呀、啊，他晚上睡觉也得盖。好东西也学会分享。对、哦，去年的时候俺都有，就是老二没有，对吧？对。给乐姐姐一个哈。好，那我要紫色的，他要粉色的。行，你自己回来自己分吧。行。我看得很，可舒服了，暖和。这个横竖都是做了压线的，而且还做了这种晕倒定位的，就是你整个把它整到洗衣机里面洗哈，它都不会跑绒。姐妹们，这个豆豆被可舒服了，俺去年的时候一家人都在盖了，它这个颜色哈花型可多得很，大家自己去选择去吧，可舒服了，把这个拿走吧。好嘞，我爱你妈妈。啊，好嘞好嘞。我看你更爱被子。哎呦哎呦，慢点慢点。拜拜。昨天我穿的这一整套衣服，好多姐妹们都说我的这个裤子好看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波哈，这个裤子它是厚毛呢的面料，穿上去可暖和了。而且我穿的是这种加绒款，看它这个绒就是那种非常细致的绒哈，密实的很。对，穿上去可暖和了，而且还抗风。它这还有好多种颜色，而且它还是分单款的，还有加绒款的。我感觉现在天气冷了哈，就直接拍加绒款的。你看它这个就是厚实的很，我给大家叠一下，你们看一看。就这一条裤子啊，我感觉南方都可以过冬了，可厚实可保暖了，而且它的垂坠感也可好了哈，不打褶不打皱，就是你穿完之后它这膝盖的位置哈也不鼓包，它就是这种厚毛呢的，你看着就是可厚实了。它是这种松紧裤腰的哈，胖瘦都能穿，而且它这个前面有这种百褶衣，就是你肚子上有肉肉的姐妹们哈都能穿。而且这个裤型它不挑身材，它整个就修饰你的腿型哈，特别的好看，显得又细又直又长。对，好看得很，是吧？可洋气了。而且今年这个款就特别的流行，好多姐妹们都开始穿这款了。